介于小朋友聊天话家常，了解日常生活作息，关心育幼院运作的行政院长陈冲，协同夫人和邱县长一起访视宝山乡的德兰儿童中心。儿童是国家的希望，尤其在这个育幼院里面的院童，他如果觉得说外界有人关心他的话，他在成长过程当中他的人格的长成会比较正常，而将来对社会来讲是一个正面的效果。那我们也不时的啊，透过很多的企业界朋友都给我们赵院长这边做关怀啊，使得我们赵院长在这个养育期间或者是教育期间，小朋友能够得到适度的一个关心关怀。特别关心育幼院的孩子哈，因为小孩子真的是一个国家未来的一个主人翁哈，未来的希望。由德兰中心小朋友组成的德兰古树集乐团，用精彩的表演欢迎各位长官的到访。好，请到这边来，微笑一个。院长和县长提前送上过年大红包，祝小朋友新年快乐。小朋友喜不喜欢狗？喜欢。所以呢，我们是不是要爱护狗？我们在路上如果碰到有可怜的狗，要不要虐待它？院长夫人柯长珠女士为小朋友讲述忠犬小巴的故事，教导小朋友要爱护动物，更带来糖果饼干与孩子们度过愉快的时光。